jungle. Audio Jungle. 作者、记者、主持人：马龙。来源：美国之音。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华盛顿2018年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川普希望去年通过的减税政策能够为他带来成功，但总统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盟很可能会在今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面对强劲的政治阻力。进入总统任期的第二年，川普希望上个月成功在国会通过的减税政策能够为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他说，想要胜过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困难的，因为我们去年获得的成就是非常特殊的，特别是在年尾卓越地完成了减税和税改。 Asbygo 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Bush。 但白宫的2018年开始的并不顺利，一本有争议的书在开年问世，高度批评了川普作为总统的执政风格，引起舆论，特别是像科尔斯顿、吉里·布朗德这样的民主党参议员质疑川普是否适合执掌白宫。他说，我不认为川普总统是合适的总统人选，我不认为他的判断力和性情可以胜任这个工作，而这只是印证了我的担心。川普和他的幕僚抨击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他说，他有许多错误，但我不会浪费我自己或者这个国家的时间去一页页的讨论一本完全凭想象写出来的书。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胡达克认为，川普对于这本书的愤怒以及因此与他的前战略官班农的关系破裂，再次加深了美国人民在总统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分歧。他说，我认为对于这本书迎合了一些人之前的看法，也就是总统的精神状态不稳定，但对于总统的支持者来说，这本书会被视为是捏造的，无需认真对待。 Asbygo 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Bush。 布鲁金斯学会的莫里雷诺茨说，尽管川普赢得了税改，他仍然是有史以来在执政第一年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而且他现在必须准备面对民主党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可能会连胜。他说，我想共和党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会有更多的热情投向民主党一边而不是共和党一边。部分原因是川普总统确实不太受欢迎。分析人士还警告说，涉俄调查的阴霾继续在2018年笼罩川普执掌的白宫。胡达克说，还有就是总统混乱的执政风格，这不太可能改变。他说，我想任何认为川普任职总统第一年的情况只是暂时的，他在之后三年会变得成熟并且有政治家风度的人都是在骗自己。唐纳德·川普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一点是，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我认为你在过去一年所看到的就是你在未来三年经历的。2018年对于白宫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两党将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这会对川普的总统任期有深远。